陆海贸会第二采购团到台湾来，率团来台湾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还有这个大陆知名的连锁通路业者全部到齐了。虽然初步的金额只有3亿美金，但是呢，这个可能说是为台湾的食品进入大陆来扎根未来后续的签约合作金额应该是不会下于首发团的20亿美金了。